屏幕前的海内外太极爱好者朋友们，今天是2023年9月10号，也是我们中国的教师节。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头，我们在这个黄金时间点，跟海内外朋友一块儿分享今天我们赵幼斌先生杨氏85式太极拳第一节课。首先由我来隆重介绍赵幼斌先生的简历。赵幼斌先生祖籍河北永年广府镇，1950年生于杨氏太极拳世家，7岁随父亲赵斌习拳，其父为杨澄甫宗师之外孙，为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亲族传人，一代太极名宿，也就说是非常有名的太极名家。赵斌先生16岁就开始授拳。足迹遍布国内、港澳台地区以及20多个国家，弟子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可谓是桃李满天下。赵斌先生，是世界太极网公布的太极十大家族中赵斌家族的掌门人，是世界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杨氏太极拳的主要编写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传承人，中国武术八段。今天呢，我们赵先生因为有外事忙碌，此时没在线上。那么，我们一起来观看，赵幼斌先生演练的杨氏太极拳85式的完整版。通常我们的完整好，版在非常高兴。您在百忙中来线上跟我们来交流，那就请赵先生跟我们海内外的太极爱好者打个招呼，说讲几句话好吗？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有些都是老朋友了，这次又要呢，进行传统杨氏太极拳85式的教学，希望通过。这次教学呢，在以前学37术的基础上，能够更好的掌握传统杨氏太极拳。我想说的是，24也好，40式也好，还是其他主编的太极拳也好，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还是要学好传统85式的杨澄甫晚年定型的拳架。这套拳学好了，受益匪浅，受益终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啊，能够加深对杨氏太极拳的理解、了解啊。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那我可以进行解答啊。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是望靠满双面。人成功，哎，正好刚才就谈到您今天呢，咱们85式开始非常好，杨氏太极拳的代表作，您呢德高望重，真是非常好，谢谢您啊。那我们今天是教师节，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全体人员向赵老师及我们欧洲传播的导师们，传播太极拳的导师们问候，节日谢谢快乐。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也啊，祝节日各快乐。位都是老师，咱们都快乐，哈哈哈哈。谢谢。行，那咱就开始吧，王老师。开始吧，开始吧。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观看，赵先生的演练太极拳这个85式。哎，好了，可以。实现。Thank you.
Thank you.
摄像头开着呢，你们干啥都能看到。哎，啊，你可以选择关闭。啊，摄像头开着呢。啊。
下面我们继续再给大伙介绍咱们今天重要的一门课程，咱们今天学那个85式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第一节课要讲的内容呢，一共是10个动作。我把这10个动作呢，做一个就是比较简明扼要的一种记忆方式，就像我们记一些拳谱一样。好的。身体直立，两脚左右分开站立，平行于肩宽，两臂自然下垂，两掌心朝内，五指自然伸直，头正直，目视前方，一手当田。接上式，两掌缓缓向前平举，至肩高与肩宽，随后两臂徐徐下落，使两掌下按于两胯旁前，掌心向下，五指朝前，立身中正，目视前方。接上式，两腿屈膝下蹲，右脚尖外摆，踢右转，左脚抬起向前上步，重心左移呈左侧弓步，同时右手胸前捧起，掌心朝内，随后右臂内旋，掌心朝下向右划弧平抹，左掌随转体由左向右抹平弧高与腹齐，随转体两臂合抱于胸前，右掌在上，左掌在下，两掌心斜相对，随后左臂向左膨至体左侧高于肩平，掌心斜向内，右掌随势向右下踩，掌心朝下，五指朝前，目视前方，上动不停，重心左移，身体微左转，右脚抬起向前上步，随即胯微右转，重心前移呈右弓步式，同时右手向左向前上划弧捧起，臂外旋，掌心朝内，圆捧于胸前，左掌内旋稍下落，随右臂前送，掌心朝前下，指尖对右掌，
目视前方，上动不停，两臂微向右伸展，右手内旋，掌心朝下，左手外旋，掌心朝上，呈捋式。同时重心后移，体微左转，两掌相随，捋至体左侧，目视两掌回捋，上动不停，腰胯微右转，重心前移，蹬左腿，呈右弓步式。同时右掌外旋，上抬至胸前，掌心向内，左掌内旋前合，起向右腕内侧，掌心向前，两臂撑圆，随势向前挤出，高与胸平，目视前方，上动不停，右臂内旋，两臂前伸，左右分开，略与肩宽，使掌心朝下，随之重心后移，呈右虚步式，两臂外旋，使掌心略相对，屈肘回收至两肩前，随后两腕微下沉，再随弓步前推，腕高宽与胸齐，沉肩坠肘，目视前方。接上式，重心不变，两掌前伸，掌心朝下，随后身体左转，右脚尖内扣，同时两臂随转体向左平抹至左斜方，上动不停，身体微右转，左腿提起，同时两掌屈臂回收至胸前，再向右斜前平伸，右手顶腕合指呈吊手，左手掌心翻朝内，抱于胸前，目视右斜方，接着左脚向前迈出一步，蹬右腿呈左弓步式，随弓步左手上弧形内旋向前推出，右吊手仍向后微撑，呈单边式，目随左掌前式。接上式，身体微右转，左脚尖稍内扣，重心全部移于左腿，提右脚向前落步，脚跟着地，膝微屈呈右虚步式，同时右吊手变掌与左掌同时稍下落屈回，再随右脚下落略上提前伸，右手掌心朝左高与鼻齐，左手掌心朝右对住右肘，呈前后手势，目随右手前势，上动不停，重心左移，体左转，右脚微提，随即向右侧横向踏出，同时右臂下落指腹前，左手随之内旋合于右肘上，两掌心略相对，接着
拱右腿蹬左腿呈右侧弓步式，右臂略向右开与肩平，左手负于右肘内呈脊靠式，目视前方。介绍是：重心右移，身体微右转，再左转。同时，左脚提起，向前落步，呈左虚步式。右手内旋，随身势，弧形上捧于头部右上方，掌心向前，左手经腹前下落，外摆于左胯侧，掌心向下，指向前，目视前方。接上式，重心全部移于右腿，提右转，提左脚向前上步，呈左弓步式，随弓步体微左转，身朝正前方，同时右手外旋下落，经右腰侧向上划弧，随后收至耳旁，向前坐掌推出，左手随转体向上向右，再向前下划弧，向左搂至胯侧，掌心向下指向前，与左膝齐，目视前方。接上式，身体微前移，重心移于左腿，右脚向前跟半步着地，重心右移，左脚向前上步，脚跟着地呈左虚步式，同时右掌外旋，屈臂回收，掌心向左对于左肘，左掌向前弧形上举，掌心向右高与眉平，两掌随势呈微前送，目视前方。接上式，身体右转，
再左转。重心后移，左腿提起，再向前上步，右腿伸直，呈左弓步式，同时右手外旋下落，经右腰侧向上滑弧，随后收至耳旁，向前坐掌推出，左掌曲肘回收，经胸前向前下伸出，再向左平搂于左胯旁，掌心向下指向前与左膝齐，眼前视，上动不停，身体微左转，再右转，左脚尖外摆，右脚提起，向前上步，呈右弓步，同时右掌左摆，再向前经右膝前向右平拢，掌心向下指向前与右膝齐，左掌外旋向左上方滑弧，随转体经耳侧向体前推掌，掌心向前指向上与鼻同高，上动不停，身体微右转，再左转，右脚尖外摆，左脚提起，向前上步，呈左弓步，同时左掌右摆，再向前经左膝前向左平拢，掌心向下指向前与左膝齐，右掌外旋向右上方滑弧，随转体经耳侧向体前推掌，掌心向前指向上与鼻同高，此式与前面第八式动作相同，注意动作时姿势平稳，身法中正。下面是把十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
看一下屏幕上有多少学员来交流问问题。没看到全谱，在咱播放时候，这个已经有。然后这个第一个快乐提问，这是赵老师您好，打拳时怎么保护胯？那个我们赵先生赵老师在线。赵先生您好，咱们在线你的有快乐提问。打拳时候怎么能够保护好这个胯骨，就是大胯好，怎么的。保护好胯？这个从哪些方面来讲呢？你是初学者还是已经习拳有一定的年份来问这个问题？这个胯呀，我就他问的保护胯。这个我这样来说吧，就是练拳的时候呀，这个胯是主要的，它是承上启下的，它在练拳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宰作用。你比如说我们转身，手是身手相随，腰和手相随，实际上是以胯为主的。前后左右的转动，腰是随着胯转而转的，这是一个一层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你弓步还是虚步，都要把这个单位，也包括两个胯在内，这个吃重点要注意，吃重点。什么叫吃重点呢？比如我们弓步的时候，这个裆的位置。应当是在前腿和后腿的3/7之开，重心偏前70，再过这个前胯就挤住了，就大腿和胯，比如弓步，我们要求膝盖的漆面应当和你的大拇指的脚跟、脚趾跟垂直，不能再过，再过的话重心就偏前了。这个前腿的膝盖和大腿的这个胯就容易挤在一起，这个时候的重心就偏了，而且时间久的话，这两个节点由于吃重偏前，就容易出现劲比较死、不灵活的现象，而且劲力不够。那么从虚步上来讲，你这个胯过往后挤，没有做到。时中有虚的话，这个大腿骨和这个髋骨呀，这个劲是挤在一起的，它是不是时中就僵了，就死了，这个劲就憋在一起了，时间久了也容易产生局部压强，产生一些负的作用，比如说疼痛。这里边一定要掌握个要点，就是必须。比如说虚步，前脚落了以后，重心要往前移，稍微移1寸左右，解除大腿与胯之间的压迫感。这些细节问题，需要我们注意，习拳者平时要注意。我先从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先这样做个不完整的解释啊。我感觉您回答的非常好。然后这里有一个一缕清风，一缕清风呢，他问了一个逢进必沉，这个逢转必沉，然后逢履必沉，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还请您帮助解答一下。然后他问了2遍都是这个问题，对，就是。关于逢进必沉、逢转必沉的问题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杨氏太极拳整个演练的过程啊，它是姿势平稳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他要尽力要前进上步的时候，比如说搂七腰步，我们做完了左搂七腰步，要再进右搂七腰步的时候，要求姿势平稳，这是其一。其二，要求的劲力要连续，腿下的劲力要连续。就比如说我们跑步或者往前走，它需要是连续往前走的，它不可能进一步退一步，
那种变化或者起来怎么样，不是那样子的。那么就要求了，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逢紧必沉，或者逢简必沉。比如说，我们在做左搂膝腰部，下来做右搂膝腰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脚尖朝外摆以后呢，身体不能浮起来，一般容易出现就是说一摆脚一进步，我要先身体起来一下，曲高了，曲高了，这个沉浸坐进就不够了，腿力的力量就歇掉了，这就会出现起伏的现象，啊，那个，所以这时候就要做到沉胯。第二，逢转必沉，逢转必沉是脚下的劲力始终是整合的。比如说你上步，左搂膝腰部上右步，上右步的时候，左脚尖儿往上一摆，左腿的髋骨、胯骨，这个坐骨，左腿的坐骨应当和右脚跟劲力要合在一起，然后稳住、平稳住身体，两胯转动轻灵，右腿上去。我举个例子，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坐着呢，坐着去这个高度是就是这么高，因为受这个椅子它是固定在这里的。我打拳也是这样，就基本上是保持这种高度。那么当我坐在这个地方是把右腿抬起来的时候，那我的左腿是不是还坐在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呢？它的高度并没有降低，也没有降低，也没有升高。那么这种松沉的，就是上步和退步，实腿松沉的坐在那个地方，就叫逢进必沉，逢转必沉。啊，你现在我在坐在这里，我右腿抬起来了，但是我整个高度没降低，我的左胯还坐在这个椅子上、凳子上，它这个劲是松沉下去。所以说，逢进必沉，逢转必沉，是传统杨氏太极拳，特别是杨澄甫的晚年的进行拳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拳的特点。谢谢您回答这个问题。那后面我是有一个欧阳提问，他问起势的力点在哪里？对拔拉伸怎么体现？就是起势时候他的力点在哪？对拔拉伸他怎么体现出来？这个能不能作为最后一个问题回答呢？可以，可以，没问题。咱再接着。为什么呢？这个预备式起势啊，这个这位先生提的问题还是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它涵盖了这个起整个太极拳练拳过程的一些基本要领都包含里边了。怎么说呢？起势的基点在哪里？从局部来讲，是在手掌之间，腕和掌之间。因为这个手上去是干什么呢？当然从预备式起势，它总的来说是个开始，就从预备式到起势，它要求这一起一落，身心内外上下左右全身都要舒展开，这里边有很多内容，这里不详细讲，仅他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手的基点在哪里，它首先是手上手腕的。比如对方推你，推你的地方就是你的劲点，这就是你的劲点问题。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必须是腕部起来的，但是呢，这个手指它这个劲点，这个劲力的方向不是直着上去的，而是直中欲屈的，它一边往上伸，一边往前拔，这就形成了一个半劲再往前走的一个弧线，所以它是两个劲，是直中欲屈的。所以在起势的时候，从手上来讲，它是个折叠劲，腕一沉，指一翘，手臂往前一扒，既是往上扛，又是往前搓的一个劲，这是个复合力。所有太极拳的劲点变换都是直中欲屈、曲中欲直的一种变化。所以说起势首先劲点是在手上，在腕上，在指上，
这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太极拳起势，它要注意哪几个方面呢？因为太极拳是一动无有不动，内外俱动，上下相随，所以它局部的运动，它必须要和你的脚跟的劲力连在一起。所以脚上的劲点，是手上的劲点必须要接地，必须要接地力。但是这个地力，你怎么从手上的劲转到地力呢？这就用到腰上，用到你的身法上。你的腰必须是贯穿上下，它有一个调整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示范动作或者指点来更进一步说明问题更好。那么我现在说一个问题，遇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三连六合的问题。我们练太极拳有拳理般说，七根在脚，发于腿，足在于腰，而行于手指。这就告诉了我们出手必须立足于脚跟，立由根发。这个腿上的力量要贯穿手上，要靠腰法、身法的传递，有效的传递。比如说屈展腰呀，舒展腰呀，左右转动呀，哎，要把腿上力量有效的贯穿你手上去，使它上中下形成一个整体的运动，贯穿的运动。那么这个节点是什么呢？是七根在脚，脚足在于腰，腰行于手指，手，这就形成三个点。那么我说这叫三连，右手要打拳，右手要出去，它必须要接地，这是两个点了。通过腰来主宰上下，这三个点。也就是说，右手起势的时候，包括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子的，手、腰、脚是三个贯穿点，相连的三个点。那么人分左右，只有左右手，右手是三个，左手也有三个，那么就形成了三连六合，左手与右手合，左腰与右腰合，左腿与左脚合，左手与左脚，右手与左脚合，左手与右脚合，通过左腰或者通过右脚，也就形成了我们在打整个太极拳的过程中是三连六合。这六个点在这虚实刚柔快慢的六个点的六维运动，那么左右配合的，那么其他地方呢？比如说腕、肘、肩、胯、脚、膝盖、脚踝骨这些点，包括你的筋骨、你的气血是什么状态呢？是完全开放绿灯的观念，不要去阻碍这三个点的相互配合，使它这些节点都去放松，像绿灯一样啊，气血畅通，让它去很舒展的配合运动。所以它是练太极拳的六个点，是个六维空间的运动，是一个透空的运动啊。其他节点呢，都是相互顺随的，为了六个点去配合前后上下左右虚实等等等等。所以起势它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运动，全方位的运动是三连六合的运动，哎，手脚要左右六合，掌握这个基本要点，那么整个打圈呀、就容易入门了。我就先解释到这里，不知道他听明白了没？目前他还没反馈。咱们刚才有一个就是一缕清风，他除了咱给他解释两点，他又问到冯吕一晨，同时呢正好又有一个周峰明提的问题呢，他也问了这个冯吕一晨和冯定必晨的中的领与定指的是哪些，正好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你把最后那一句再说一遍。好的，冯领必沉和冯定必沉，这个领和定它指的是哪些动作？
说起来呀，都说到离牌这个陈字，这个陈是什么意思啊？有陈就是松沉，就是根要稳的意思，要就是达到根要稳，身不要漂浮，不是身法漂浮好看不好的问题，是这个松沉呢是浮于手一根的。我们说的腰的区域，腰的区域是在肋骨和胯整个之间，啊，包括两个腰子在内。我打这个拳的出去的时候，它不是跳的，或者说扶起这个劲来打击的，它是要松入胯，给手产生一个拉力，一个根。所以说，这个松沉呀，逢领也好，逢定也好，必须沉，它是一个基础，它相当于一个梁一样的，它必须要支撑在下边，而且服务于上面。你没有这个横梁，没有这个胯子，这样做个缠的作用，它起不了个中定，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理念。虚灵领进，我们说虚灵领进，虚灵领进是提精神的。首先有个悬，悬的目的是啥？是为了放松。是你的，因为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内脏，我这个肌肉，它可以松弛下来，就产生个松沉下，往下松沉那个上下对应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两个对立统一的关系，有上必有下，如果你悬起来了，整个腿也起来浮起来了，那你这个沉在哪里？你的松的目的是达不到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这个再进一步的再解释啊，或者面对面再解释或指点啊，不知道能不能听明白？我看到有的，我听不了声音。那个现在还有的就是。问的问题是能不能把手挥琵琶和提手上势的区别讲一下，就是说咱们做了两个手挥琵琶还一个提手上势，它的区别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从技术，这个手挥琵琶和提手上势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手法上不一样，身法上和腿法上是一样的，提手上势的是，这是开中一合，是风势。比如说从单边，啊，或者我这个人站在这里，别人啪推过来，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必须两肘一合，用肘护住我的胸。这就是提手上势，是提手上势是护中的，啊，别人推过来或者怎么样，用肘合起来。手然后就风打出去了，它是连风带打的一个动作，防身御攻的动作。那么提手上势呢，手挥琵琶呢，它这个力源在动作上和提手上势是有区别的。提手上势从左右往中间合，啊，手挥琵琶呢是力源平面，一抬一提，这个动作上是有区别的，尽管。它的最后的定型动作一样形式，但是运动过程不一样，也就是它的技术作用不一样。就说比如对方手挥琵琶，对方的右手打过来，我左手一提，先是封住，是再一出手就打击对方的肩头，右手护中，或者反关节，它是这个接触的技术概念不同，这是最根本的区别。但是这两个动作都是防守的，都是防守动作，防守于攻的。很好，这样我就能清楚，一个是无效运动，一个是动作，这样呢，看似像一样，但是实际上运动轨迹不一样。前面他们问的问题表示明白啊。那个也谢谢您，那个钢头一缕清风他听明白了，谢谢您，非常感恩。
然后回答问题，他非常高兴。岳云师傅是哪里的？这上面看不清是哪个地方然后那个这还有一个他问的问题啊，都问的还是不错的，有一定的深度的，也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希望这点时间还，我估计我也不一定能讲清楚，他也许能听你比较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看看我其他的一些。专门讲这些的问题，再进一步再这样子搞清楚。他在七和台市有个春暖花开我在又同时看着视频号，那个然后视频号现在咱们的点击率已经过了一万多了，上线很多。同时呢，那个现在有一个名为三哥的，他提问老师您好，他问如何做到。这个敛气入骨，如何做到敛气入骨？就是怎么把气敛进来入到骨里？敛气入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心静体松，运行自然，不要单靠气，要靠你整体运动能达到一种太极拳那种气象，这种气象它是一个静，它是个松。它是个顺，你在这样的这个心态下和神态下去运行，它自然就会气练入骨的。没有这个前提，你是永远也入不到的。这个需要在线下或者什么时候方便时候具体再指导一下做。这个一脸。那个一缕清风，他说了，回来报名参加您线下课，还有跟您学。那欢迎啊！我这班很多的，我十一月份都有线下课，欢迎来参加。那您方便可以注意一下时间、地点哪儿将来好参加？时间10月7号，在陕西华山有一个培训班。11月1号到6号，在杭州中华武术杂志名家讲堂我去讲课，这两个他都可以报名。那么10月7号这个呢，是在陕西，可以推给他这个那个公众号，赵幼斌文化太极文化公众号，可以推给他。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推给他。或者他线下的跟李平联系也行，跟赵亮联系也行。这有一个名字挺好听的，慢悠悠提问：起势中的腰部运动，就是起势时和那个腰部怎么运动？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答复了，不答复了。行，这个我跟你说就腰主宰于腰这个腰是肯定要动的，但是怎么动呢？随着两个手的举起和骨节的拔开，这个尾闾腰这个劲呢是往下坠的，要把腰要撑平的，它就像一张弓一样，你把箭拉开的时候，先把两边的弓把往回拉，这个腰就是中间的一部分，它动向不大。但是必须要动，它不是两个，不是命门这一个位置上往后顶，顶仅仅是它一个形态变化的形态，它主要的是靠腰肌的往下坠，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把这个腰把这个命门撑平了，就是这么个动法，就是脊椎骨的每一节骨节。都有张弛之感，不知道听明白不？先生，那今天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好吗？有一个男人提问，他说几式卷腰是什么意思？就是卷是刚才说的，
卷扬的感觉好像是尾闾啊，这个骶骨这一块的是往前，翻起来的，往前卷起来的，好像把背拉圆一样，有这种感，有这个劲的动向感觉和一种变化，这就叫卷。人们自然状态的时候，腰肌是 S 曲线的，是吧？它是放松的、自然的。但是当你收回来的时候，比如说彭丽奇宴往回坐的时候，中心往后移的时候，你就不能撅着屁股，腰也不能往前塌，它自然而然的有个腰肌变成那个像弓一样的弯曲。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卷尾闾的过程，但是它要卷的合适。啊，不是弓背，这就错了。它主要是指腰肌的这个区域啊。哎，谢谢谢谢啊，辛苦您，谢谢李老师。